一直生于正心方面，一直来讲到这是共产的身躯啊。对咱人的内心的世界极度标，物料物料的物件、杂的物件、心碎的物件，完全拢极度标了呢。那么就是咱的生意现出来，扎头成长，这个成长枝，过来就是讲，正心的工过提出来，这两项呢，搁会提出来当中，在咱的身躯上，咱头拢实现出来。因为咱的心是都是代表咱老娘，嘛代表着咱周老师，嘛代表着咱周书记，嘛拢代表着咱一贯的所有的行为，拢都是咱的身躯上所表现出来。这个身躯伊所要示出来好歹呢，当然甲咱内心的世界有关系啦吼，甲头一个讲遐有关系。啊，心若有。现在是会出来，咱看来外口风光啊，比如讲好业甲善，袂惨啦吼。好业善就袂惨是咩？好业要嫁予善吼，要定予善，那嫁无来，嫁未来啦。善的要甲嫁予作业，嘛嫁未来。所以好业，你看伫身体所显示出来啥？金银珍珠、皮肉、船只、白话啥物，面包啥物物件拢伫身骨空调咧。显示这个人。身躯有这物件，厝内有物件啦。啊，无个物件呢？当然，咱穿衫是一般，以小的人或以小的人啦吼。当然，道中是袂讲你穿个安怎，拢是白衣啊空裤啊整装吼，足、哦、简单尔。两三领就通解决一生啊啦，唔免比较。迄是第一讲两块外口用袖吼，佮换一个彩色个。啊，无咱道中咧看你较换两领尔，较换一身两色。作平淡，这叫做素性啦吼。啊，所以身躯上要显示出来物件，代表一个人的尊严，嘛是代表一个人的德，嘛是代表一个人的德。这身躯有无？袂差啦哈，袂差。在你平常生活起居活动当中，会当显示咱内在真实性所显露伊的法。嘛，咱显示咱内在迄个究竟迄个真实法门，那么互人看到有迄个道气，有迄个道气存在的时阵，人家会产生敬意。你有诚意，人家产生敬意；你有道气，人家满意了。所以道观不是人，不是生来第一啦，是因为那这是先天本性所带来，就咪是因为后天的环境所培养。所以呢，有在讲，生活上有诸佛妙法伫咧，天地间道伫天地上伫天下，已经有存在。所以圣贤在讲这生活上甲这道的关系时阵，伊没有办法用言语讲出来，伊就讲，顺便无主讲啊，天不言，一行一书。书字之意，天无讲话啦，伊是做，甲做工过，天所做来工过，甲行运行当中实现，互咱看之意尔。但迄内底已经包含无量无边的法律内面。讲圣贤嘛讲吗？天何言哉？事实行的嘛不行的，天何讲话？无讲话啦吼，爱有道无？无道，咱真拢坐袂稳，咱真拢无拢一大只枯树风气啦。天地若无做，万物未生；天地若无安住其位，一切阴阳未当相调。阴阳不生啦，万物不能生；阴阳无相合，万物不生。然后高阴不长，高阳不生。所以，伫咱生活上要显示这物件，是看咱家己平常时对家己的庄严佛性当中，是毋是尊敬无，有贵敬无啦。所以，修行人一个怀念君主。一个怀德的君子，畏天命，畏圣人之言，畏圣人啊，畏在人之言啊。所以伫迄个当下内面，咱每一个人伫这个家庭上，所以这个家在修其身，伫这个家庭上，就扮演足大个角色伫内面啦。那么家和万事兴，啊啦，家不和咧，万事兴，大家拢知影吼。这三位囡仔个教听，伊嘛知影，教好万事兴，教好万事兴，唔管爸爸夸妈妈。我妈妈，啊，我爸爸常咧打，常咧骂，常咧拍，
拍到拢伫外口，所以一寡国防队啊拢射杀出去外口出去。咱有阵时啊，是家庭上适合的条件是对不对？适合的条件在哪里？在于他个人的本身，他没有道存在，他没有办法实现这个道存在。所以有阵时啊，讲俗气俗气啦，世俗世俗，阿货到底尔啦，啊，囡仔都看在眼内啊，你那看囡仔袂讲话呢？囡仔把这情意淫呢？从小他开始会看人的时候，他不讲话，但是他脑子里面印深印刻，那么印在里面对这个世界真深嘛。所以当个大汉囡仔也思想时阵，讲啊，我妈妈较早，我细个时阵安怎安怎，爸爸妈安怎，会稍微衰咧。所以整个家庭所带来当中的囡仔咧，是受是大人影响80%。尤其是咱困觉啦，注意一下，我唔在批评啦。困到甲囡仔接触时间长，因为囡仔大多数拢是困到咧教，是查甫咧教。啊，困到咧教当中，因为甲囡仔接触当中，伊讲的字，互囡仔感受，感受到爸母伊的阴影，所以他都在脑子里面加深印象。做一个家教足重要啦，是现在讲，伊现在是在讲，伊无讲话当中，咱的身躯就是互囡仔看。这个小孩也同款啊，那你管到代表处就是代表做事。人讲你好无比一支，啊好，当然要做好嘛吼。唔是讲伊管得好，啊做无，人讲伊管得好，好刚好无帮忙的。所以在所谓阶级甲在修机心，那这个修机心是个人的代志，说明了。因为修机心是要实行人性的康复，人性啊。恁的人性拢伫恁的家庭中所表现出来，你的爱不是讲你，是讲爱，你的做事行为都是示范这个道的有没有模范？所以模范的家庭所表现出来是啥？和和气气，谦谦谦恭和蔼，以礼待人，无声无息的，每天有欢笑声，没有吵闹声，有读书声，没有哭声呢，有读册声，有欢笑的声。但是都无吵闹的声，无大细声。做东西吼，人个耳孔入久，入到耳孔袂够呢，会长茧啊。你知无？无完全是内地点，内地点嘛，安尼啊啦，系啊系啊，啊不得点你啊，我做过来啦，这个火星火树，阳光不得出口出来，两个胃都麻痹。所以重点上的话，两句三句听条条条，唔要去讲。牛就是牛，你讲甲动嘛是牛，伊袂变飞啊啦。因为拢是时间因缘，爱去培养，慢慢去造就。一个人无天生就圣人啊，一个人无天生就是无耻啊。所以人有过去，种不佛祖有过去，圣人有过去，咱嘛有未来呢。我们不要，咱唔茫家己看到我是众生，我是一个普通人，我嘛是甲因同款啊。因有佛性，咱有佛性无？有啦哦。咱因会成，咱也未成，咱都要行心吗？咱都持戒持袂落啊，咱都要诚意敬心嘛，咱要叫天地啊，咱结袂落。啊，所以因素呢，伫环境来的时阵，考验来的时阵，人拢站袂了，伊个五行五数马脚都露出来。所以家庭有方便嘛，无方便。方便是讲啥？咱在个方便要自足，自在啊。不方便的是因为牵扯一堆，阻碍一堆，所以有时候咱心呢，三零三观颠倒，我拢真正纠结自在啊。啊，所以道理要听，到底是要听哪一种法？你要听究竟法，听解脱法，还是听笑话，还是要听哭调，还是要听迄个可怜的，还是要听鼓励？谁人听？你修到哪里，你就悟到哪里，你就需要那个东西。我营养不够，我就要搜寻那个营养来源。一个小三楼吧，你叫侬食水落去，一个食到肥到落，你逐工提红包食，因为嘛钓好嘛错个。毕竟有咱个人需要的资源，各位需要智慧来吸收啊。啊，所以呢，道理无深浅，有深浅是白甲无理的，五法因白甲无理的，因为不算因声尔嘛，随你搁得解嘛，伊甲讲一番尔，啊，毋过众生着因白蛮认清，有咧听有咧听无，有咧无，细阵较早正午时阵，你讲迄个华严经的时阵，遐地主咧压听雷。迄个提示咧，是第一个阿听咧，咱即卖，咱毋咧听迄个流光闪电，因为离真远啊，离迄过去时，迄个觉醒的本源离咱伤远，
所以家是安定的处所，嘛是生活一切根源。家庭敢是做平安的所在，做安全的所在，敢是做温暖的所在。等等下当买一堆，唔是要困路边嘛吼？要当路边有要困嘛吼？嘛是去回转咱当温暖的家、可爱的家、吼、哦、足幸福的家，敢是安尼？啊，所以这个家庭是一个生活的根源，是处所，伫个所在所生活出来。当然，圣人咧讲这个家，在面是家，内面咱咧生活这个家。一切万法归归于在哪里？最盖我们自信佛。你这一个自信佛的殊胜在哪里？你要清清楚楚。我这边功课怎么样啊？你这时间比如真长真宽了，啊，因时间的问题盖下咯，现在看得多半点就够了。后壁时间讲不了啦，啊，伊伊佫天数咧，伫讲个时啊，讲啊上就是听较有啦，啊，若讲啊过去大过了尔，后壁讲不了。我说有阵时，你在所难免，无错，重点你讲个拢，你讲到你拢拖病，啊，伊讲拖病哦，啊，那我多，唔是我多伊控制袂了啦。所以这个家当中，家是咱这福星，我就话讲了的，家人这福星。那么不是会当先办法，无动摇本来不少物件，这是要做的，一个人讲清楚。咱开玩笑所讲的是叫真理，咱即摆叫讲道理。讲道理是要隐蔽人魔，真理是要你看世界，解脱这个世界不同款。咱是经过修行所换来成就，所以说行为讲叫做真理。那我们先讲真理，我们有没有以身试道？也许我们都没有做到，也许还不知道。你有道没道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所以家老动摇，必定在家每一份子不能修心，不能修心是啥？他不同心。每一个在家当中，会摇来摇去当中，每一个家庭份子呢，兄弟姊妹、爸仔、我心会同心嘛？简单讲，内底多怨，有怨不能气，没有办法合这个理，没有办法同心。那家庭当中为什么产生安尼？个人理解无同，角度无同。不同的世界来接触这个家庭当中，有足多含蓄不济啦。唔是大家拢是贤惠，啊唔大家拢是贤良，不是。唔是大家目镜先亮，啊就目镜先红，啊无先了先动，啊无彩就不得了。但是囡仔的安守是代表讲，咱家庭过去有女性英明组织在内面所定，大家和和安乐。这种是咱在修行内面所内底所实现出来。但是咱道理听袂对。我也没说，我这个班，我这个班，